天行了，我让小三月他们留在列车附近照看一下。时间差不多，我等的人应该快到了。我才走了几个月啊，空间站就搞成了这个德行。你回来了，黑塔。这位就是空间站真正的主人，天才俱乐部第83席，黑塔。介绍我就好好介绍，提什么俱乐部？我那么多非凡成就，哪个不比第83席好听？你看见的这个是我做的人偶，我操纵它和你们对话。现在星河是这个小鬼了。好看看，哼，真是神了！为了拘束这颗未启动的星核，让湛蓝星免于灾祸，我造了一整座太空站。有人却返璞归真，用这小鬼一具身体就搞定了，怎么做到的？而且星核在他体内还很稳定。是啊。这小家伙的体质真奇怪。你可以走开啊，我在和你叫什么来着，妻子讨论科学。科学是客观存在的，没什么好避讳。就你的处境而言，我觉得你在场听听是件好事，毕竟我有一大堆和你有关的计划。说到这里啊，姬子，我能拿它做点研究吗？这我可不能做主，你得问他自己。哟，这小鬼还挺有经济头脑，我蛮中意的。你别太欺负人家了。我现在感兴趣，什么都愿意迁就。身体里有颗星核，哎，多有意思啊！谢恩吧，我出手帮你，这可是星际和平公司花钱都请不着的服务。明白了吗？黑塔想让你留在他的空间站呢。哎，别，要严谨，只留一阵子。我做完研究，或者做到一半没兴趣了，这小鬼就得走人。之后呢？之后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你还有另一个选择，月台上停着一辆星穹列车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跟我们一起走。列车和星河没少打交道，你所担忧的，也是我们在寻求的答案。再者说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让黑塔做研究呀，他现在兴趣满满的。这倒不错，还多少能保持点新鲜感。用不着这个小鬼的时候，我也不用操这个心。那你真该见见天才俱乐部的其他几位，有的卖了你，你还得说声谢谢。而我至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走了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提前预个约，找艾斯达或者阿兰就行。我别急，黑塔，艾斯达也在主控舱段，让他也和艾斯达聊聊，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在月台等你，你还有事情想做，有人想见吧？不用着急，决定好了就来找我。
肯算来了，我就没动过。你看见的这具身体是我做的远程遥控人偶，空间站里多的是，哪里不绕圈子了。我和几个同事正在搞个大项目，如果成功了，就能一举攻克困扰我们几千琥珀期的终极难题——星神的奥秘。星神，想想看，多么神奇的存在！有些星神曾经和你我一样，都是普通人类。但不知怎的，他们就得到超越我们想象的力量。他们诡秘、强大、沉默、可怕，关于他们的谜团，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。他们是怎么诞生的？他们为什么会诞生？他们诞生是为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有想过这些问题吗？确实不关你的事，但我们需要你。给我点耐心，我会给你好处的。俱乐部的四位天才联手编写了一个程序。看见办公室里那台大机器了没有？机器有一个宇宙，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一样，只不过更精简、更定制化。我管它叫元宇宙。是吗？合伙人们也这么说。其实我还挺中意的，不过我黑塔从善如流，那就叫它模拟宇宙吧。现在就体验一次吧，我会在模拟宇宙里指导你，保证你不会有任何损失，我还会付给你一大笔酬劳。
现在后悔已经迟了。尝尝这个，就是现在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让开，我无意挑起争端。现在后悔已经迟了。是用来打破的。
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切忌冲动行事。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本姑娘出门怎么可能会输呢？尝尝这个。是用来打破的。
升个配置。